居高。目前护小孩这边，当有学生跌倒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意外灾害的那个记录簿。那护小孩会每天做统计。那统计下来，如果以性别而言，第一个男生会比女生居多，因为男生的话活动力比较大，所以呢他动作也比较大，所以以性别而言，男生会比女生多。那如果以四肢受伤率而言，下肢跌倒的擦伤部分会比上肢多。那第三个，护小孩会以场地来做区别。场地的话呢，就是操场第一个受伤的地位，第二名的话是以教室，第三名的话是走廊。请问学校目前的防滑措施为何？对这些措施是否满意？原则上其实现在像总屋处啊，就会在比如说一些比较下雨的时候会脱湿的地面上，已经开始架设一些所谓的防滑垫，走廊上。那所以说其实如果小朋友还是觉得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还要再增设的话，都给我们一些建议。那像一些排水口的部分，我们也增设了所谓的防滑垫，这样子的话其实小朋友因为它是铁片，就比较不会滑。教师访谈后，上网找寻答案之后，我们想出以下七种方法。我们在网络上面查到让斑马线站起来的活动，我们也讨论并且准备要在校园进行专会的宣导。我们也在网络上面查到用热水加盐巴拖地，确实会让地板更快速的干燥。我们也可以在走廊上装设冲击模拟器，也可以请学务处提醒服务员应该落实他们的工作，让每一位学生开开心心来上学，平平安安回家。全校走廊铺满防滑垫，直接告知不遵守规则的同学，以确保保障他们的安全。就是因为热水的关系，所以把那个地面里面一些水分，然后可以让热水去蒸发掉。好，那你呢？因为我在就是冬天的时候，用烘衣机烘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冷风，因为冷风比较快干。可是用暖风的话，就比较就是有时候会反潮，所以就会导致那衣服都烘不干。所以我觉得要看季节啊，冬天应该比较适合用冷水做，夏天应该可以用热水。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活动，这个活动叫做小学生公益行动。这是一个通过爱与分享来关怀自己与家人，关心弱势，关心家乡，关心地球。我们的活动总共分为四个步骤，有感受、想象、实践与分享。感受，感受到生活周遭所面临的问题；想象，可以用脑力激荡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实践，找出一个可行方法来加以实践；分享，分享故事提升问题的解决能力。我们也发现学校走廊在下雨天返潮时会变得湿滑，以导致教职员工生容易出现滑倒现象。就像我平平凡凡的走在路上，就又被雷声滑倒了。各位是否有同样的经验呢？对啊，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新闻也不时会出现跌倒的例子，更严重的话甚至会失去性命，所以本小组希望找出让大家避免滑倒的妙方，确保大家的安全。意外虽然有时难预料，但透过你们各位大家的努力，仍是可以预防和降低伤害的。人人落实在行好儿童标语，走啦游戏到户外，青春细雨不苦干，优质校园在心好。我们今天公益活动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